D1 學界呢度冇咁大壓力，因為可能冇啲師妹嗰啲睇住，所以跑開咗，同埋啲肌肉都鬆咗，所以相對地都跑得好咗咯。即係我本身係26秒3，同埋都兩年冇破過自己嘅 PB， 但係今日初賽嗰時跑咗25秒9幾啦，都 P 咗 B， 但係final 嗰時跑咗25秒7幾，仲 PB 咗，再 PB 多一次。冠軍馮卓林勝保羅學校。本身跑開，以前我係跑100、200嘅，但係今年學界跑咗200、400啦。咁我覺得400米我有信心多啲啦，都希望自己可以代表香港出賽咯。